上前线支援。莫比斯部队在这个平台上建立了战争基地，我们必须在他们攻击殖民地之前，先下手为强，摧毁各个区域。这些运输车上的萨尔纳加神器会干扰莫比斯的科技，不过你要先把他们移动到正确的地方。多生一点蝗虫吧。运输车上的神器可以让石像失效，这就像是以毒攻毒一样。 金矿不足。 研发，干得好，解决石像了。 研发完成，你的部队正遭受攻击。给我去战场上战斗，不然我们就要在家里对抗敌人了。你伙伴的运输车被打了，你的部队正遭受攻击。时间不等人的。 就能消灭所有敌人。你办到了，石像现在变成一堆石块了。 第一辆运输车就位了，快没时间了，指挥官。有一波攻势往基地来了，做好准备。离开爆炸范围，快！爆破成功，我们顺利拖延他们启动战争基地武器的时间了。 我们掌控了局面，这两台备用的运输车就交给你们了，专心把运输车护送到西方那个目标区域。当然，怎样？运输车碰上麻烦了。啊？怎么了，一刚？确定？研发完成。
这些研究哨站在传输资料，这样他们就能在其他地方打造更多武器。如果你有时间护送运输车到那附近，就能破坏资料传输，把它当做额外的目标吧。金矿不足。 金矿不足。 金矿不足。当然，还有更多次的卫星。敌人打算破坏我们建造的一切。敌人锁定了运输车的位置，保持警戒。 我方盟友正遭受攻击。走吧，走。吼吼吼！走吧。我方盟友正遭受攻击。你的部队正遭受攻击。金矿不足。 部队正遭受攻击。做得好，又少一个石像要处理了。额外目标完成了。你的部队正遭受攻击。快点，王虫，超会讲笑话的。 怎样？指挥官，坏消息，有目攻势，目标是运输车。升级完成。敌人在追击你的运输车。我方盟友正遭受攻击。 完成这项任务的时间有限，有坏蛋接近了。多生一点王虫吧，但是人们还是会有情。没想到你的放弃，太可惜了。哎，抱歉，杰瑞，你在说话吗？我刚刚在跟你。我们得说话更多王虫。你的部队快要被石像全部消灭了，快把运输车带过来。 我方盟友基地的部队正遭受攻击，我方盟友正遭受攻击，升级完成。你伙伴的运输车被打了，你办到了，石像现在变成一堆石块了，现在换另一辆运输车，要爆炸了，快躲开！我方盟友基地正遭受攻击，人类军队，我准备好用不完的武器。Hello，好朋友。 侦测器已经组成。这区现在什么都不剩了，战争基地要花更长的时间才能发动攻击。这一次赢了，但还没结束。你们两位的运输车到货了，朝东走，你很快就能看到目标区域了。朋友正遭受攻击。 当他们注意到你们出现在这里，研究哨站就开始传输武器资料了。可以麻烦你把运输车带过去吗？
神器会马上切断他们的连线。敌人在追击你的运输车。手下发现运输车的位置，他们很快就会发动攻击。那些混蛋想摧毁我们的基地，阻止他们。你朋友的运输车需要帮忙。我方盟友基地，自愿联盟的子民啊，挺身保卫家园吧。正遭受攻击。你的部队正遭受攻击。我方盟友正遭受攻击。敌人锁定了运输车的位置，保持警戒。请说。怎么？做得好，又少一个石像要处理了。遭受攻击。金矿部族，我们的工虫受了攻击。你的部队正遭受攻击。说吧。我方盟友正遭受攻击。敌人火起来了，正遭受攻击。那就让他们吓到不敢出来。我方盟友基地运输车碰上麻烦了。你伙伴的运输车被打了。我方盟友基地正遭受攻击，你的部队正遭受攻击。我方盟友正遭受攻击，你的部队正遭受攻击。我方盟友正遭受攻击。运输车就位了，石像对你的战士造成严重威胁，给他们一辆运输车吧。所有系统上线完毕，超完美运输指令。在它爆炸以前，尽快撤离。我方盟友正遭受攻击，基地的部队正遭受攻击。那些坏蛋来了，双钢超能量现在全满了。我需要更多兵力。我方盟友正遭受攻击，联盟不能灭亡。指挥官，事情搞定了，你们争取到了一点时间。解决了，来，下面一个。我的小队拼凑出几台运输车。目标区域位于你行动指挥基地的南方。我方盟友正遭受攻击。自愿联盟的子民啊，正遭受攻击，挺身保卫家园吧。你的部队正遭受攻击。我方盟友正遭受攻击。敌人在追击你的运输车。我方盟友正遭受攻击。干得好，解决石像了。盟友就应该互相帮忙。无法再次建造。收到。指挥官，坏消息，有部攻势，目标是运输车。你的部队正遭受攻击。收到了。我方盟友正遭受攻击。快要被石像全部消灭了，快把运输车带过来。敌人正在集结，好好准备。我方盟友基地正遭受攻击。亚蒙的手下发现运输车的位置了，他们很快就会发动攻击。
基地，我方盟友，你的部队我方盟友正遭受攻击。来了钩虫，受到攻击了。运输车碰上麻烦了。放毒虫族，没必要。敌人弄坏了你的运输车，这得花点时间修理一下。我方盟友正遭受攻击。新运输车准备就绪。亚蒙的手下发现运输车的位置，他们很快就会发动攻击。我方盟友基地研发完成，正遭受攻击。你的部队正遭受攻击。经常攻击。这场上需要多一点资的卫星。正遭受攻击。我方盟友基地正遭受攻击。我方盟友正遭受攻击。收到。你的人力不就是红毒的伪单？怎样？怎么了，乙刚？我在等你。等待中。续命。金矿研发完成。我方盟友正遭受攻击。帮忙保护盟友的运输车，可以吗？消灭他们！干得好，解决石像了。运输车碰上麻烦了。很快就会被清理得一干二净，也包括你们。